蔡枫华前晚亮相无线节目《流行经典五十年》，佢嘅坦言系为咗宣传十月举行嘅音乐会啊，并透露邀请咗蒋嘉莹任嘉宾添。佢实大身三度入紫红馆都唔获批准，讲到眼睛嘅伤患咯噃。蔡枫华就话已经做咗手术，冇乜大问题，但系由于怕强光伤到眼睛，所以都黑超不离身啦。又系我做咗手术，做咗手术系啊。咁而家情况点啊？冇问题啊，冇问题啊，冇问题啊。我而家都冇嘢噶。我只不过就系话，即系。呢個時候上咯，但係因為強光對我嚟講咧，我做過手術，我對我隻眼唔係咁好，所以話俾你聽，我就戴眼鏡咯。嚇，因為醫生都負我費事啦。佢係有咩有咩？我唔想講，就係上頭。